色不在，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谁不会忘，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。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这是我亲自为你串起来的玉兰花，我怕花明天会谢了，所以我用冰块把它冰着，你赶快放冰箱。臭豆，哎，这些花要做什么？他一直很喜欢这种玉兰花，我明天一大早要先到饭店去，叫饭店的人把它铺在床上，给他们压床。哦，有这个规矩吗？宋妈妈，规矩人定出来的嘛，而且我跟婉仪的交情不同嘛，我也没钱买贵重的礼物给她，所以我除了送她玉兰花之外，我要亲自帮她缝头纱。哎，这倒是个不坏的主意耶，我也觉得这个头纱太素了一点，我来帮你。宋妈妈，你别忙了，你休息啦，等一下我就可以全部整理好了啦。我总要找点事情做，这样才不会胡思乱想。坐。这是这栋房子的契约，是你跟婉仪的名字。这是存折，是我这一生仅有的家产，现在全部交给你。走了以后，秀清就跟着你们住，你要好好的待她。我会，你放心。我有自知之明，看样子我没有办法带你岳母去南部旅行了。这个愿望等百日之后你替我完成它，
度蜜月。我会征求婉仪和妈的意见。棺木跟寿衣我都订好了，一切不用费心。我一闭上眼，你就立刻打电话给葬仪社。这个大礼本来是明天一早婉仪要向你们拜别的，可是我想了很久，明天人多，大家心情也乱，爸妈纵使有许多叮咛也都未能尽情，所以我和婉仪决定现在向您二位磕头。谢谢爸妈的养育之恩。家人是喜事，我们要高兴，要快快乐乐的办完这一场婚事。是啊，我们是该高兴的。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嫁给那么好的女婿，我们俩的心思也了。我也可以瞑目了。你有什么计划？从现在起，我要一直陪着你，日日夜夜，分分秒秒，直到你不再理我。我不是指这个，我是说以后，我走了以后。我还没有去想呢，无法想，也不愿意去想。其实你遇到合适的人，
可以找一个老伴。不要！你在说什么疯话？你已经很对不起我，丢下我不管，居然还想得出这种馊主意。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我们当初的誓言难道是假的？我生是你们宋家的人，死了是你们宋家的鬼。可是你还年轻，还不到五十，人生的道路还很长，往后的日子你会很苦很苦的。不苦，不会苦的，你会藏在我心中。我还有诗意，还有婉仪，他们都会陪我。再说，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能够胜过你，能取代你在我心中的地位。我真是对不起你，结婚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，可是天不从人愿，我要先你一步而走。小姐，看来我们只有来生再续此缘了。好，下辈子我做男人，我来照顾你，我做你的丈夫。可是我不会先走，这日子丢下你不顾。答应我，要坚强，要坚强。不管日子过得多苦，都要活得坚强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你未完成的志愿，我会尽心的去完成的。是英精明能干，是其长处，但是为人处事略显刻薄，万一嫁给他，在经济上不必堪虑，但是在精神生活上就必须要拿出大智慧来。秀清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开导他们夫妻俩。好，男人主观总是比较强，要提醒婉仪多顺从适应，忍让是为人妻唯一的美德，告诉他，要他牢牢的记住。夫妻之间总是有一个强一个弱的，我一定要学会不要吃眼前亏。我一定会告诉他的。还有秋桐，他是婉仪真正的朋友，这孩子秉性不坏，能见义勇为，让他多在我们家来往，一来可以防患他步入歧途，二来可以跟你们母女多呼应。放心，我知道你的安排都是有用心。真是舍不得你们，我是多么的不放心啊。Thank you.
上再昏过去了。我照你的意思，已经跟他打过针了。哦，这样子。要立刻住院。住院？我不要住院。住院是要做脱血手术。大夫，今天想想吧。不行啊，宋先生，你这样很危险的，明天会撑不住的。撑不住，要撑。我答应过你，答应过谁？我要把我女儿亲自交给我女婿，这。请你就依我先生的意思吧，请无论如何想想办法。医生，我明天我跟你们去教堂。当然，宋先生，明天就看你自己了。医学上承认有奇迹这件事情，明天就看你的毅力了。该说，你说。我看宋波的脸色很不好，不知道明天可不可以？是您请的医生跟护士来照料，以防万一。那就好。哎，明天你是最重要的人呢，如果真的有什么事，你千万要镇定。明天你会陪在我身边的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会离开你？我当然会陪在你身边嘛。我是伴娘啊，我的责任多重大。张总，去陪一下，去陪一下。张董事长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。张公子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好吧，谢谢。李董事长，谢谢。
听得见我说话吗？爸，爸，如果您撑不住，就不要勉强。在这休息也一样，我们的婚礼照常举行，回来给您报佳音。先生他可以吗？他可以走完这条路？毅力克服一切，一切就要看他自己。师爷通知神父开始吧。是妈，您先入座吧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。
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陈世英先生，司婉仪小姐，今天你们到圣堂里来，在教会和双方家长、亲友以及全体来宾面前，就要结为夫妇了。婚姻是天主注定的制度，也是基督建立的圣事，这说明夫妇的爱情是神圣的，婚姻责任是重大的，婚姻也是天作之合，因此夫妇二人需白首偕老。现在我以教会的名义，请你们郑重表明自己的意愿。陈世英先生，你愿意接受宋婉仪小姐做你的妻子，也许在任何环境中一生敬爱她、忠于她吗？我愿意。宋婉仪小姐，你愿意接受陈世英先生做你的丈夫吗？并许下在任何环境中一生敬爱她、忠于她吗？我愿意。请交换信物，并亲吻新娘。在神的祝福下，我宣布你们成为基督的夫妻。
晚上去，比地下来漂亮。其他男人这样吻过你，这样亲过你，你生气了？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是无心的。是东方花烛夜，我可不想破坏这个气氛。不要躲我，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。已经合法夫妻，可是我还是担心。我怎么知道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我甚至怀疑你目前心里想的是别的男人。诗音，我已经是你的合法妻子了。我就会尽责去做一个妻子的本分。你为什么要说伤人的话？可是你现在并不像一个新婚的妻子，你在发抖，你并不爱我，对不对？是因为我在担心爸爸。
就是我的人了，要全心全意的爱我。思想里不可以有别的人，我会好好待你，只要你安心做你的臣子。 拜托了，这个自己，我会的。明天早上再通知万一他们。 宋伯伯，你请放心。我真的舍不得你走。 经过了昨天晚上，我更加证明我的眼光。婉仪，你是个好女人。在这个社会上，像你这样好的女人，已经绝迹了。十一，我想打电话回家。婉仪，有消息秋冬会打电话给我们的，你饿不饿？
我不饿，我只想赶快回家去。喂，陈世英。你说，他有心理准备。我知道，我们马上到。谢谢。是秋桐打来的。把凌晨走。现在才打电话来，什么时候进的医院？婉怡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问这些干什么？你赶紧去换病。送走了？没有，我刚刚通知护理部让他们慢一点送走伯父，我想让你们回来见他最后一面。你不要这样哭了，婉怡，这样伯父会走得不安宁，他会有所牵挂。你去通知伯父生前的好友，可以准备办后事了。